皇帝轩辕氏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，我过去在台湾曾经六度遥祭皇陵，今天能够带着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到陕西来亲自祭皇陵，我个人感觉到意义重大。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中华文化与民族认同呢，都有非常坚定的信念，我这次亲自来到这里，就是希望借此表达台湾人对于传统中华文化尊宗敬祖的重视，也让更多人了解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。最后，我用当年台湾遥祭皇帝的祭文，和平两岸双赢共荣，同胞一体允直绝宗，为我这次亲祭轩辕皇帝陵做个注脚。我也希望我们来自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次难得的机会，要更加牢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根源，以及身为炎黄子孙的骄傲。